来了，姐妹们吃饭呢。今天凉拌个黄瓜，炒个小炒肉，青红辣椒炒肉，然后炒了一个土豆，煮了一个黄瓜豆腐汤。太阳出来了，米汤，再见。来了，姐妹们吃饭呢，吃个香肠，麻辣香肠，然后这个大头萝卜丝炒肉，煮了一个白菜汤。
姐妹们吃饭呢，吃一个新鲜的吃法，小南瓜过蒸的啊，给你们看看，里面有肉，里面就是全瘦肉，如果里面放点西红柿豆腐放在里面，跟那个肉长成膜，吃的话更好。掉了一块腊肉，可惜我的腊肉了。味道太好了，这小南瓜，太绝了。肉也营养，南瓜也好吃。香肠、青瓜，今天这个青椒是妈妈从妈妈家带过来的，给我香肠是麻辣的，有辣椒。那肉，
来来吃饭呢，青椒炒肉丝，放了两片腊肉，昨天炒的腊肉，剩了一点，豆泡煮豆芽汤，昨天晚上凉拌的烧辣椒跟酵头没吃完。这个豆泡安逸得很，一斤有70多个，一包有14个。非油炸的，烤箱烤出来的。里面是空的。腊肉我更喜欢吃大块的，豆芽是自己种的，到这了。来了，姐妹们吃晚饭了啊！
今天吃土豆饭，焖土豆饭，炒一个包菜，凉拌一个汉菜，然后烧辣椒，好久没吃了啊。嗯，焖起锅巴了。土豆，我用的小果，迷你果。再来点腊肉，后面七十五块钱的吃完，可以，三个月了。嗯，我不是。哎，老哥。带不上来给你。干啥？张学霞，贵州，限量不足。三个月小份啥？嗯。我买新，今天是信号是不是？嗯，你这有什么信号？嗯，行，要翻盖，要翻盖吧。嗯。今天请人离请。李生，你解锁。张学霞，贵州的。包囊菜要姐，嗯，二五零，要吃就买，来了吧，这个李婷的舅舅说我们煮的这土豆饭煮的好，回来舀了一碗锅巴。你上锁。妈呀，土豆饭太巴适了。哦，等着吧。没人吃了嘞。啊。嗯。你管药啊。啊。三哥，你管药。这可不是药。
来，姐妹们吃饭了。油泼辣子，今天用油泼辣子拌饭。今天凉拌一个竹笋，腊肉炒那个炒竹笋，煮了一个青菜，煮了一个土豆。饿了，今天去。今天请人犁田，比较忙。凉拌这个比炒的这个还好吃。土豆掉了一块，油泼辣子，蚊子。
吃饭的姐妹们，今天吃豆腐干炒腊肉，泡椒炸了一个鱼，炒了一个腐皮青椒。再吃，掉了。